在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晒太阳，多久可以明显的晒黑？下午两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间，暴露一部分皮肤在太阳下，保护好其余部分，一定时间之后揭开保护皮肤的胶布，通过晒出的图案的清晰程度判断多久可以明显晒黑。来吧来吧，那个叫画吧，来，我们的膏药呢？在这儿，在箱子里。我帮飞宇，飞宇，我帮你。你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不是说弄一个弄悠悠球吧？弄两个悠悠球吧。这样吧，来吧，这个先画，我们就 free 了啊。嗯。哎，其实你把这个敷在脸上也行啊。这个敷脸没法工作了。加尔是仪式感。加尔，你这是个啥？调音台哥。哎，你要我帮你从这里到这里印一个推音台吗？啊，调音台。调音台就是就这样推不就好了？或者是一条从这儿推到这儿。你家这一条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按键按下去。看，我东西不是你想要的。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。来，飞宇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吗？帽子吗？这样吗？那有点贴反了吧？这个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反过来，这儿全都是膏药。你要是镂空的。哦，其实我们都反了。哦，对，你这样贴，你是这样，你是等于把这个手变成黑色，这块白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没事，我手表弄个不反了。搞反了，这什么东西？手表啊。几个了？两个手表。啊，好，两个。我觉得 OK 了，像不像哑铃啊？哦，这个好。我在机场怎么跟人家交代啊？我觉得人家看不出来是哑铃。哎，你站远点就行。要站多远啊？十米可以吗？这什么，我站十米你看一下。哑铃啊，这是个哑铃。你贴东西了吗？你有贴东西吗？镂空稍微有点大。要我拿这个，你就我拿冲胶布把这玩意儿扒上去。行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？对吧？行，这个多麻烦，你看这个。行，很硬嘛。来，啊，别上最后了。不行，那边手。那不行，太多事，人家都要问本人什么意见，到我这只问你的意见。他有问过我意见吗？有啊，刚一直在问你要什么，这不是你要的两个悠悠球吗？这是悠悠，哪里是悠悠球啊？不是很明显两个悠悠球吗？我这里只有一个悠悠球啊。等一下，你贴东西我看一下。这么大，对不起，我刚没看见这贴东西。哦，你这个反正也是一种吧。